影响上位想疯了。爆料是他自己喊人搞的吧？张丹峰春节期间气走红心。有网友发现碧莹这张照片手里拿的是验孕棒，这些料怕是碧莹本人找狗仔拍的吧？想上位想疯了。近日有网友爆料称，去年张丹峰和碧莹传出绯闻后曾求得红心原谅，并承诺不再和碧莹一起工作。今年春节期间，红心去重庆探班时发现张丹峰仍和碧莹在一起，红心一气之下离开，至今未与张丹峰联系。网传这些消息是由张丹峰和红心的共同好友爆料，具体情况如何，当事人目前尚未做出回应。张丹峰追红心的时候就是一无所有的18线，婚后老婆给他妈买房子，出钱送他妹妹出国，在香港住的也是老婆的房子。一开始张丹峰啥作品都没有，全靠营销宠妻人设，可是这哥们一红起来就飘了，拍完花千骨之后居然跟媒体说采访的时候不能再提红心，只能讲他自己如何敬业如何牛逼，也是醉了。